你好，听说咱们店是有这种替人服务员，那他入驻来之后对您来说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呢？就比如说给客人送东西什么的，就不用我们上去送了，就是一点近人力嘛。那客人对他的满意度高吗？挺高的，就是有了他之后，我们每台车上的话频率都上升了，朋友也特别喜欢。对，好的好的，那这个您能帮我操作一下吗？它是怎么用的呀？这个手动触屏一下。完了，咱们可以送物、送外卖，然后迎宾什么的。咱们基本上最常用的就是送物。送物需求。对，点轻点一下就行，然后输入密码，然后手动输入房号就可以。输入房间号就可以。对对对，然后点这个回车就可以。那它对自己设电梯吗？对对对，它可以隔空摁电梯。就是你输入房间号是几楼，它就是可以直接上几楼。对。那他到了房间门口是怎么通知客人呢？他会给客人房间号打电话。比如说机器人之后，你们会不会担心他会取代你呢？不会，因为他只是为了减轻我们的工作，而不是说用来取代我们的。就是他相当于是给你们减轻一下你们的负担。